我知道了，身为这区的首要通缉犯来说，你还不算是太难找吧？我必须亲眼看到。 泰克斯分力，哼，装备不赖嘛。防患未然了。我听说你被冰冻起来了，终身监禁，怎么，你表现良好，提早放出来了？终身监禁，哼，没错，我的老弟，我现在是个模范市民了。 我很少苍蝇都不会飞的，所以是什么风把你给吹来了？不过是个友善的商业。干电脑终于修好了，让我点首歌如何？欧基斯，挖掘外星。好，结尾之后感谢续订。你的蒙斯科，电脑坏很久了。为之疯狂，但我有一个买家，愿意为每一件我们从自治联盟解放的神器。 支付高额的费用，我应该是很难置身事外了，对吗，泰克斯？老搭档了，六四对分了。我七你三，我的规矩。<笑>感觉就跟以前一样。像以前一样。 我七你三，我真的很好奇，但是你怎么逃出来的？<笑>我是趁他们要把我转移到纽佛森时，从那低温冰箱里逃出来的。吼吼，我猜当时一定是空手撂倒一打以上的警卫。<笑>对，我听说过这个。 但是你没说你在水上行走，还带了狱长女儿逃走的部分。不要在我面前摆高姿态，小鬼。我听说很多有关你趁我不在的时候变成一个大牌自由斗士，发生什么事了，吉米？战争的真相跟正义对你而言太沉重了吧？我还没被击垮的，我向你保证，无论如何，蒙斯克都会失势的。 凯利根的照片，莎拉，有时候我会想，如果你那天就死去，可能会更好。吉姆雷诺多兹看了那张照片，这看起来是最近发生的，是你干的吗，吉米？这里的人民已经准备好要对抗蒙斯克了，看来他们只是需要点督促。 看来你还是把这整个革命的事看得很重要。每个人都需要点嗜好。猜疑的心，重组猎枪与你。这是在 UNN 播报室现场的唐尼·博米利恩，我们为你带来的一则重要新闻。让我们将现场交给人在马尔萨拉边境的凯特·罗克维尔。凯特，谢谢唐尼。反叛军吉姆雷诺高调地现身了，他袭击了回水基地附近的一个自治联盟仓库，并且将夺来的武器分配给了当地的居民。凯特，我打赌当地居民若知道他们有个恶名昭彰的犯人邻居，一定非常紧张。 唐尼，事实上，居民们都受到极大的鼓舞，因为他……谢谢凯特。本台最新独家，吉姆雷诺的恐怖行动正威胁着马尔萨拉当地的居民。稍后回来，您的小孩正在服用战斗药剂吗？继续刷嘴皮子吧，这只是刚开始而已。您的小孩在服用战斗药剂吗？这是什么鬼东西？ 哇，这把枪好像没有什么可以看的哈，我们继续哦。
包括你所做的，现在马尔萨拉反抗阿克图洛斯·蒙斯克的事情浮上了台面。前罪犯泰克斯·芬利透露的消息是，自治联盟来马尔萨拉挖掘一个外星的神器，夺得那个神器将会对自治联盟造成另外一个打击，并可透过卖给芬利的神秘接头人来赚取资金。神秘接头人，这个旧哨站看起来没什么特别。沉住气，孩子，自治联盟的工程师已经在这儿挖掘了几个月。看到起重机了吗？他们准备搬运那个在外围世界找到的神器。我会下地狱的。看到了吗？你必须要有一点信念，吉米。好吧，是时候叫自治联盟起床了。我们拆了这个基地，然后把那宝贝带出那里。第二关，金矿这关应该是要我们坐陆战队去把对方给爆了。在攻打自治联盟之前，我们需要更多的陆战队，在兵营训练他们。在这同时，额外的工程车会帮助我们更快的采集矿物，在指挥中心训练他们。请说，按照号码牌，工程车准备完成。想尝尝我的厉害吗，小子？需要更多的补给站。请说。需要更多补给站。好。再等。快。再。我觉得赶快做出医护兵是很重要的事情，在这关。有一支医护兵差超多的。需要更多的补给站。尾随在。在等你的指令，我等不及了。啊！工程消息吗？我无法在这见着。哦，难怪我刚刚放音乐没有声音，原来我没有开游戏音乐。这最好是好消息。我刚不是在那个酒吧放那个音响吗？我想我奇怪什么声音。附属建筑完成。你不觉得很奇怪吗？我刚放没有声音。金矿不足。金矿不足。工程车准备完成。谁要一些？那没问题，没问题。金矿不足。当然可以。好啊，赞成。为什么不呢？工程车准备完成。再等你，这最好。坏消息吗？金矿不足。按照号码排好。金矿在后。医生来了。准备行动。金矿不足。在等，这最好是好消息。过了，金矿不足。我知道你的意思。医生来了。来吧，好吧。工程车准备完成。啊！你吓到我了！啊！需要更多的补给站。指挥官，自治联盟正在攻击西南方的反叛军基地。很好，那样就不会受到自治联盟的骚扰。那些家伙需要我们的帮助，我们不能丢着让他们自生自灭。来吧，加入我们。这最好是好消息。你们能来，真是太好了。我们支持你，尽管吩咐吧。欢迎你们加入，伙伴们。雷诺真是厉害，是雷诺的士兵们。最好做些招式带来。好啊。你看，二代的医护兵补的范围比较远一点。人在那一边，想尝尝我的
他们在那一边。医生来了。警警告，自治联盟的恶狼接近中。最好是快点。在等你的指令。工程车准备完成。让开，要通过了。金矿部。想尝尝我的厉害吗，小子？工程车准备完成。金矿不足，金矿不足，金矿不足，医生来了，金矿不足，冲冲冲！医生来了，想尝尝我的厉害吗，小子？金矿不足，在，工程车准备完成，金矿不足，不该回来。那个碉堡解决的漂亮，吉米。你的兄弟们加上我的技术，我们两个一定可以合作无间。按照号码。技术做的不错。真想尝尝我的厉害吗，小子？收不到消息，哎，要灭火了。金矿部。救命！这最好是好消息。厉害吗，小子？金矿部。最好是好消息，在等你的指令。是，长官。金矿不足，我们这里需要点帮忙。冲冲冲！金矿重要工作是吧？需要更多。金矿不足，金矿不足。这最好是好消息。来吧。金矿不足。把兵打下就没办法出兵了，这样就被打衰了。金矿不足，金矿不足，金矿不足。按照号码排好。金矿不足。谁要一些？金矿不足。让开，让开。收到了。别动，再等等，我是厉害吧，小子？金矿不足。有。金矿不足。想尝尝我的厉害吗，小子？干得好啊！他们的军营跟工厂都被破坏了，我们只要把剩下的敌人搞定，就大功告成了。搞定了吧？要突破了！进入起重机控制系统，解除安全密码，以控制起重机。漂亮！现在让我们收线，吊起这魂球，然后离开这儿。